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，阿昭，我曾经多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3年前，你在钱塘得了风疾，闻不了桂花的香味，否则就会浑身红肿发痒。这样的你又怎么可能搭载一艘装满桂花的商船出京呢？这说明这整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别人帮你安排的。 而你连想反抗的想法都不敢有，不，这一切其实都是我的计策。是我忍辱负重去求国舅，是我告诉他我已经彻底得罪了齐母，所以我以后只能对皇后周瑜。只要我愿意舍出性命去设这个局，皇后她就可以对齐母斩草除根。所以她在奚落。 我已经走投无路，没事吧？ 我恨你，是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。阿昭，我曾经多么爱你，你知道吗？可是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为什么非得要去找那个顾千帆？为什么非得要把我逼到西京去做那个公关官？害得我们这么多的，数年寒窗，努力得来的青云露，害得我走投无路，只能去做齐木的羔，去做皇后的娼。都是你。